千万别这么躺了，我怕你一不小心就躺出个马甲线。Lisa 54厘米的腰不难，吉娜的建模腰不难，男朋友手掌大小的腰也不难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女朋友，天天就靠望远镜，一周就塑成的马甲线，怎么样？羡慕吧？嫉妒吧？知道她男朋友为什么这么帅了吧？没事儿吧？还在嫌瑜伽动作太累，怕没拉运动太强，器械运动局限性太大嘛？今天教你们4个动作就能躺着练出马甲线。懒癌患者三餐不变，躺着就能从游泳圈变成人鱼腰，还不快艾特你那又懒又想瘦的闺蜜赶紧减去！你要是想偷偷收藏，我也没意见。动作一，仰卧在床上，左右交替做剪刀腿，动作幅度越大效果越好，一组25次，每次做3组。这个动作不仅能瘦腿，还能锻炼马甲线。动作二，趴在床上，手臂弯曲90度，撑起上半身，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你的腰部肌肉，然后左右转体，侧腹部的脂肪就会疯狂燃烧。想拥有川字线条的，绝对要坚持打卡。动作三，平躺，空中倒蹬车30秒，注意腰部要紧贴床面。这个动作可以让腹部和两侧的脂肪不断燃烧。按照我教动作躺着玩手机，下个小妖精就是你，赶紧练起来吧！接下来评论区打卡，你男朋友不做笔记，我还帮你做。